好，我们先让导演。我觉得最紧张的不是入围影后，而是明天要在台上唱这个《小幸运》这条原创电影歌曲的入围歌曲哦。好，来先看中间，来再右边一点。哇，你明天应该会更厉害吧？今天只是牛刀小试身。得到金马奖的青睐，然后不仅入围了最佳原创歌曲、最佳新导演，然后最佳，尤其是最佳女主角，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小幸运，这已经是我们大幸运了。很开心能够带给观众开心以外，评审也可以给我们这样。不过就是我明天要唱《小幸运》，其实当初问到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？其实前阵子问到的时候我犹豫了两天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自己不是非歌手出来的，那第一次就要挑战这么棒的歌。自己不是非歌手自己，所以你是歌手出身吗？不是，对不起，我口误。非歌手 okay, 自己不是歌手，所以就是唱小幸运，而且第一次在金马奖上，其实非常非常的紧张，我真的犹豫了两天。还来得及？你确定要上去？但是因为我觉得机会真的太难得了，我觉得错过了，我不知道要再等多久，所以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，然后勇于的去全力以赴，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用太严苛的角度看待明天的表演。没问题，那明天的表演，那一位你的徐太宇会上台给你加油打气吗？就是到时候再给大家卖个关子 ，surprise。好，恭喜三位入围，感谢感谢，来这边请。